各位好，我叫张明月。好，那我是来自土城，然后我很爱吃，没错。然后我要介绍我的面具。那这个面具是因为上课有什么托园课程，然后就画了一个这个面具。然后我是从他们那时候老师教的要画图腾，所以来画这面具。然后这是我想到凤凰就画它这样子。那我面具像这个部分呢，脸旁边这个是它的脚跟它的爪子，那上面是它那个头上的那个凤凰冠这样子，然后画的很像杨桃，嗯。然后眼睛嘛，就是比较喜欢一些独特的装饰，然后就给他画了一些特别的妆，这样。好，然后画了这个面具也花了两节课啦，然后没有很久，有点潦草，这样。好。